妞，来让妈给这个给你钢琴打打，过来。为什么？打打好看。不用。不要，那好剪一下是吧？等着妈拿个剪。肯定要剪。但是玩这个好不好看？好盖的这个。别叫剪子了，妞。在房间里。你每天都把那个剪子乱拿。我没有。Oh no, I got a this. Oh no. 妈，我可以 cut。好了，就卡这边就行。这个不大的。你说不够大是不是？啊，不够。应该够了。不够。我看一下。这不够吗？这样子就行了吧，我觉得。哦，还有个琴布，买琴的时候应该还送个琴布，在车里我没拿上来，这个就这样子盖就行了。什么琴布？就是在这上面搭的琴布。哦，去拿吧，去拿吧，一个琴布。哎呦。这样不挺好吗，妞？去哪的这个琴布？琴布在车上，在楼下。一会儿妈去送你的，送完你下次才拿。OK。啊。好不好看？这个干什么？这是你的。OK。我们应该是多去买点照片。我们这给妈妈买的多好。这个买了也不便宜，是不是啊？你把它都给摔坏了。我没有摔。这就是你摔的，我知道是你摔的。too close。这个是$24，对不对？20，对。这个都很漂亮。开。嗯，小妞把它梳，对，走。这就很漂亮，再去。等到去 shopping 的时候，再去洗点照片，然后买几个镜框，好吧？好的。让你姐从淘宝上寄点。好了，该走了。不就是那个？我叫你看我摆的漂不漂亮？我在上面啥呀？你太阳。嗯？你太阳，你干的。我干的漂亮啊。真的，我自己在家弄的。好，快点拉琴吧。给朋友们拍一下这饭店，看看座无虚席，多么的火爆。上来了第一道菜，这个叫什么骨卤肉，小牛和他爹他俩的最爱，飞我我还没来得及拍照，他俩都已经饿了，迫不及待的吃了。味道怎么样？你看小牛饿了。你看我妞饿了都等不及塞嘴里，烫成这样的。干嘛呀？那么紧 ，Oh my god！ 你爸也爱这个呀？对，他爹也爱吃这个豆角。今天点的全你爱，你爹爱吃的菜就是你爹不在。我的最爱，豆角做的没有干净，这是两口吃。啊，反正。这个就是叉烧，蜜汁叉烧。嗯，
鸡豆，四季豆，应该是干煸四季豆，叉烧，老骨肉。说我牛没回忆的朋友们看，我牛吃饭再饿，它不会张嘴，它会慢慢吃。我姑娘也是。对，这个是澳洲小孩一般都是这样子的。这是口水鸡。妈妈是不是好吃？看小牛多能吃，那一盘肉它几下就给刀光了。冰雹了，我们也到家了，给我们看看地上的冰雹，看走了，对呀。还他要 drink in this。今集除衫啦，炒辣椒好唔好？你炒不炒啊，小牛？你姐姐。我朋友又从黄金海岸过来请我们吃饭，我小牛就埋怨我为什么没让他提前准备好。我要吃芥末。No。煎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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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不听话，下次吃饭不带你啊。那谁看我？你跟妮塔在他家玩。I rather that than go kill。是啊是啊，他手大了。妈，我炒不炒？你炒。有啊，打豆腐，唔系噶，唔系招牌豆腐嚟噶，啊，这个好烫，现在不烫了，现在可以喝了，太烫了，现在是温的，touch， 我说 touch， 这个是什么菜？他进我了吧？啊，黑椒牛肉，这个好吃，吃啊，吃。好吃不好吃牛？黑椒牛肉，汤里有等于啥？肯定是汤的。这个是椒盐鱿鱼，这个是什么菜？青菜。椒丝腐乳炒的菜。我听不懂。椒丝腐乳。啊，这个是空心菜，是啊，空心菜，椒丝腐乳炒冬菜。看小妞吃很多，白切鸡，这个是葱油鸡。妈妈给我水，给你水，妈太辣。走地。这条鱼多少钱？别瞎筷子。这条鱼多少钱？108。108，这个鱼。这个是什么星斑？东星。108。你别那样，你不会那样叫舒服的。大家好，我是宋，一个生活和奋斗在澳洲的中国大妈。今天我上传了之前删除掉的关于很多小牛爸爸和我们在一起时候拍的视频。很多热心的朋友就留言问我们是不是要和好了？怎么说呢？应该是目前还没有。
但是小妞的爸爸从离家到现在已经整整三个月的时间，经过这三个月的冷静期，相信他已经考虑好了很多问题，能够平心静气的来跟我沟通一些实质性的问题，就是说在之后的日子里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发展。所以说呢哈，谢谢朋友们的关心。在视频的最后，我想给所有热心的网友们说，对于我的视频，请朋友们不要太过于理想化。我所拍的视频只是一部分的体现了我们生活的真实性和我们日常的言行，是以生活为基础，但它绝对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还有一些忠心耿耿的乐于提醒我暴露我自己隐私的热心网友，我在这里也很真心的给你说一声谢谢。但是只要是我能说出来的，我就不认为它是隐私。最后我要向那些专门开了频道骂我，向所有媒体暴露我丑恶嘴脸的黑粉们真诚的说一声谢谢。在这里我也真诚的祝福你早日通过骂我来赚得你的棺材本。好，谢谢朋友们观看我的视频，如果你喜欢请点赞并订阅。再见。